我们要抓住机会了啊！好，天生我有才，天生我有才，准备了什么？我准备了一段演讲。演讲，来，掌声欢迎。世界第一名的 CEO 杰克韦尔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：成功的团队来自于区别对待，即保留最好的，剔除最弱的，总是力求提高标准，给能者以广阔的蓝天，给人才以没有天花板的舞台。谢谢。好，下面唱首歌。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，问一问老乡你过得怎么样，你心情好不好啊，你做工忙不忙，其实我和你一样总想闯一闯。老乡见老乡，老乡见老乡，他乡的话你会不会讲啊，他乡的歌你爱不爱唱，有没有钱啊寄给你爹娘，想没想过何时要回故乡。谢谢大家。